小群，干什么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去找工作去了。找工作？找什么工作啊？每个月给你3000还不够挥霍吗？哼，挥霍？你觉得呢？3000块钱够吗？一家人光吃饭，一个月就得开销2000块钱。孩子不需要买衣服、买奶粉喝吗？家里不需要开销吗？啊，你知不知道，我这件衣服都穿了5年了。还有，上个月我最好的闺蜜要结婚，我连份子钱我都拿不出来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大宝啊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？妈呀，你为什么老是向着他呀？为什么？就为人家嫁到家里，嫁到咱家里，叫我妈啊，叫你爸爸，他是不是你媳妇儿啊？他是不是你老婆呀？娶了老婆婚，我不是要心疼的吗？看你那样啊，自己赚不了多少钱，还说人家这了那了的，哼，人家容易吗？你说儿子，人家爸妈养活到人家20多岁，大老远的嫁到咱们家，你说容易吗？看你的劲儿。晴儿，你不要伤心了，妈刚才把他训了一顿，是他的不对。你不是要想出去找工作吗？嗯，妈支持你。孩子你也不用操心，妈给你看，你就放心出去工作吧，不要是有什么顾虑。妈，没事。妈。